的我们凯利的家人伙伴们啊，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做一次 Zoom 上的分享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上到 Zoom 来跟伙伴们见面来聊我们的项目了。那今天呢，我演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的商业演化啊。那么在最后呢，我还要公布一系列近期的我们凯利的一些好消息啊。那我先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啊 ，Coco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啊，可以的，非常清晰。好，好的。啊，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商业演化。那乍一看呢，这个话题比较大啊，但是我们其实是仔细这个思考一下。整个我们现在在做的凯利的项目，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创业，那其实都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那商业行为在这个商场里面，整个从这个企业、产业、行业到商业，其实是整个是社会在推动的时候，像比如说以前讲的是新零售，现在讲的是新消费啊等等一系列的商业，始终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原来传统的这个商业方法啊，现在到网络上的方法啊，分布式的跨境电商这一系列的商业这个行为的变化和这个商业的推动啊，那么我就是通过今天这一场这个商业演化的一个阐述，希望伙伴们了解到这个商业变化到底是如何演化出来的。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跟凯利有关，跟 Carry Health 有关，所以说呢，我认为 Carry Health 整个一场商业的演化，到最终你在这个商业项目里面得到这个商业的价值啊，收获你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商业格局里面、商业变化里面的价值。我认为整个凯利是一场以用户的商业合谋。那我们在这里面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话，有我们的品牌合作商，还有我们的产品的使用者。所以呢，整个凯利的话，这一个商业的演化，我认为它的商业价值最终显现出来是跟我们的这些用户，凯利的这个全球的广大用户啊进行的一场商业的合作谋划啊，所以就有了这个是一场以商业用户的这样一个定位。这样的话大家以后去理解凯利为什么跟市面上很多的商业项目啊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凯利就是跟我们的用户啊共同来合计啊，共同来联合谋划的一场商业的演化和一个商业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啊。这个 Coco 老师刚刚已经介绍了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演化这个概念啊。其实从我们这个达文的生物啊物种的起源，1859年的物种的起源，这个生物的演化，在生物学里面呢，这个演化就是指的族群里面的遗传性状在每一个世代之间的变化，就是一个物种它要演变出来，它有个族群，然后呢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之间就发生了这个遗传性状啊，就是进行了变化了，自然选择挑选了最适合环境的部分的变异，使适应得以发生，就是有一句话叫适者生存，就是把这个物种经过迭代啊变化，就好像包括我们现在这一次的那个病毒，这个病毒的变化它的目的不是把人杀死，它的目的也要生存下来，它最终的目的想要跟能不能寄生在人体里面，所以它的毒性会越来越低，当它的传播性很大的时候，它自然选择啊，所以说呢它的那个毒性啊，它的致死力啊啊这个都会下降，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生存。所以整个世界上的物种，生物的物种之间它的遗传的性状会发生变化。等会我们再会讲到如何从这个演化的概念到我们商业的演化这个思维出来了。所以万法归一，所有的世界上的万物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在里面的，就是由我们这种思维去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才让我们成为。演化的特征就是它保留了多样性啊，包括世界上的物种一样
很多很多的类别啊，有细菌，有病毒，有人体啊，有动物，有生物，有植物，它是这个世界总是多样性的啊，这个色彩缤纷的啊，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千奇古怪的，所以它有它的多样性。那么它也有它的变异性啊，这个人类也是这样，人类也在进化啊。那么很多的病毒细菌啊，甚至有些植物啊，有些物种都是有变异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选择性啊，选择性里面当然最终是确定下来，也选择性里面也有最终的话就是它的区隔性，它跟别的物种的不同。当然等会讲到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凯利的模式的跟选择性之后跟其他的商业模式的区隔性，它也会显现出来啊。那我们了解到演化有这样的特征，那凯利的商业模式，凯利的商业这个整个定位，它也有它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些商业多样性里面啊，变异性里面，我们最终有我们怎样的选择性和一个区隔定位。商业的演化通过对产品模式和算法的迭代啊，使得我们的商业不但贴合我们的用户的需求的过程，所有的商业项目商业的价值无非就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啊，满足用户的需求才能实现我们的商业的价值。如果我们的商业项目是没有办法满足用户的需求的，解决用户的问题的啊，帮用户去完成一个任务的，那么它呢就没有它的商业价值，它最多也是一个伪需求。所以这样的商业项目呢，就在这个商业世界里面就是不长久啊。所以我们用户的选择，通过我们用户的选择，前面我讲到了，我们整个商业项目就是跟我们的用户的一场合谋啊。所以从用户的需求点出发，从用户角度出发，有一个用户思维才是一个正确的商业思维。那用户选择挑选出最大化用户利益的方案，使效应得以发生。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用户思维啊，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站在单一的这个企业的角度，不是单一的凯利的角度，而是站在凯利的这些伙伴们的角度去思考啊。所以说我们叫长期主义平衡共生啊，共生性的组织是相互为主体的啊，这一点呢跟我们的商业价值是完全吻合的，跟我们的品牌价值是完全吻合的。那商业演化的阶段需要通过哪些阶段呢？它要通过演绎反馈阶段，所以先要有一个项目，先要推向市场。我们叫从完整才能到完美，不是我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完美了才去做，它是要有个完整性，可以推向市场的时候，然后进行演绎啊，放到市场上去演绎，然后有一个反馈机制，把这个信息再反馈给我们的企业，反馈给我们的商业测算啊，反馈给我们这个项目组，然后再去分析它，再去进行演算的迭代。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情思维，因为真正一个项目的确立，我们不需要去抄袭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目前这个商业阶段需要演化出什么样一个有价值的商业项目出来。所以经过演绎演出到市场上啊，我们叫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啊，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奔跑之后，那么形成一个反馈机制，哪些在市场上是有优势的，哪些是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然后呢趋向于完美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整个算法也要进行迭代啊，所有商业的创新来自于迭代啊，来自于商业这个价值的迭代。当然经过迭代之后，最后它自然而然就像这个世界的这个生物一样啊，它会把所有的好的效果啊涌现出来。所以呢最终是一个演化生成啊，也是回归到设置生成。就是凯利这个项目在这个历史阶段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它不是偶然的。但是这个项目能够走多远啊，能不能最终在这个整个生物商业界的演化当中，它能不能设置生成啊，那么它需要经过这样的演绎演算和演化，才能最终涌现出我们强大的在整个全球商业世界里面啊确立的这个地位。当然最终的我们的愿景就是成为了一家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也是通过这样的演绎演算演化最终涌现出来的。
那商业演化的内容部分呢，包含了哪些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当然是我们的产品，因为产品是我们的根基。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运作的一个模式啊，演算的一个模式。还有最终呢，是我们这个整个算法啊，我们是会寻求整个算法去。当然，现在目前很多的商业啊，包括人工智能，它会匹配给你这个不管是视频直播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爬虫抓起也好，推算也好，整个里面都是包含了这个商业的价值。比如说你一个网红啊，我这样的算法，我匹配给你更多的流量，那么让更多的人看到你，那么你直播带货，你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流量，之后更多的人来买你啊。那么我们也要有一种算法，你怎样在推动这个里面贡献价值，对社区贡献价值，对商业项目贡献价值的时候，你的价值怎样用算法算出来。所以说今后这个世界里面，商业行为里面很多就是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啊，用互联网去匹配推送之后，最终演化出来是算法在发生这个作用。那算法世界上没有最最完美的算法，只有尽可能趋向于正确，趋向于完美的一种算法。所以算法需要迭代啊，这个算法也是一种进化过程。那这样理解的话，你才能真正正确的去理解凯利为什么会出现商业价值里面的演化。那有些公司啊也会推出项目在这个行业里面，那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一个 business。但是真正要高维度的去理解商业一个演化的过程，去影响去改变一代人的话，这还是需要我们付出，甚至是我们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去看的。那产品演化的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产品演化。那演化里面呢，我们首先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目标的用户。那我们的目标用户呢，主要是针对啊这个中等收入一个人群啊，一个用户的一个市场啊。因为这个目标市场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准的提高啊，像国内的话，这个市场就会从这个3亿人啊，可能是倍增到这个6亿到8亿。啊，所以说呢，整个全球的话也会这一个人群生活水准提高之后，这个人群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市场，所以有一个目标人群。那么对于生活品质啊，这个生活收入提高之后，对于这个抗衰老，对于这个青春美丽健康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目标有这样一个需求，我们为这一个人群呢，我们去分享去推广我们的产品啊，这样一个目标市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先要去进行一个假设，任何一件事情做之前呢，会去分析它，所以呢，会在这里面做一个假设。那么这一个人群啊，既然这个目标市场的人群在，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市场需求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假设。那这个假设成立之后呢，就值得我们去生产研发啊，匹配我们这个需求的这样一系列的产品。当然产品出来之后呢，这个产品是要更新迭代的啊，那么我们等会会讲到我们产品是如何更新迭代。那么不确定性中的变量，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也有很多一些项目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匹配的条件和资源让它去完成它的迭代。那么它会搜索一些，看看网络上有哪些产品是比较好卖，就跟风的去加工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加工厂去给它采购一点原料，然后就把这个代工呢，就代工了之后就交给他，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产品啊，这个是没有原创性，没有一个迭代的。那我们如何来在不确定性当中，我们来寻求这个变量里面的确定性呢？凯利的做事方法就是用户需求分析啊，你有了这样一个需求假设之后，就分析它存在于多少的体量啊，这个商业这个产品这一类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值得去投入。那我们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之后，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配方，然后呢配方有了之后，我们还要研究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供应的一个原料，然后呢这个原料如果世界上没有，或者说我们要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原料研发出来啊，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处于领先地位，然后呢把这个配方呢生产出来。比如说我们的氢气片，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研发思路，我们经过3到5年的研发，
我们就知道氢气，全世界有3000多位科学家确定了氢气、氢分子对人体的好处啊，这个诸多的益处。那当然说，在这么多的用法当中，有机器啊，有一些生产机器的这个氢气啊，然后浓度的不理想啊，产品的使用方法的不理想，那我们就研究这个氢气片啊，氢气片的话，我们这种方法，我们在全球领先的就把它做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是从我们的用户需求分析啊，这个是成立的，因为有科学的佐证，知道氢气的好处，那么我们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就进行配方研发。配方研发全世界没有这种原料，我们就进行原料的开发，因为这里面就是有我们第一性原理里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就是我们的 Dr. Lin 啊，他是天然这个高分子和化学工程的专家。那当然他推动这个项目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第一性原理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他的搭档 Steve 啊，他们俩合作在一起已经18年了，去年讲了17年，今年已经18年了。所以说呢，来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有这个基础，因为他没有这个第一性的，我们的科学家，我们这个兄弟合作伙伴，你再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也是空谈啊，是这个企业嘛，人啊，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子，所以他是从人开始到人为止，所以一切的根本性就是人。这个人的话，就是我们的唯一性里面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这个科学家，他就有这个能力，他积累了几十年的时间，并且把这种17年18年的兄弟合作伙伴的精神带入到我们企业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说才可以去开发出这么一些产品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像我们的睡眠咖啡，我们睡眠咖啡呢已经完成研发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推向市场，相信在2022年的话我们会逐渐会推出了。那第二代的 MMN 啊，现在这个全世界这第一代的已经，我们在上面一代 MMN 最上面一代的话，我们已经开发出来，这是帮李嘉诚先生开发。那么第二代的话，我们这个第一代的 MMN 已经出来，现在是我们已经开发完成了第二代啊，第二代的那个就是跟市面上的不一样啊，它的血浆浓度可以提升10倍。这个呢，我们在 Science 上面这个3月份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进行了一些动物临床研究之后，我们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维持了将近1年啊，1年不到我们就开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整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不确定性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性啊。那这个世界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奔跑啊，就像那个一个电影啊，《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讲的一句话：你必须努力的奔跑，才能让自己在留在原地啊。你努力奔跑了，才只能保留你在留在原地的地位。那要是你不奔跑呢，你肯定被淘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家企业。那商业模式的演化，我们要研究目标市场、价值假设、模式迭代。所以我们这个目标市场就是全球的互联网 5G 时代这么发达，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呢，能不能应用我们的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啊，我们的跨境电商，特别是我们的分布式的网店啊，全球的这样一个跨境的一个网购，这个市场里面有没有价值啊？我们很多的人和项目参与进来，那这个假设市场创业需求都是存在的啊。我们的分享，这个分享经济啊，共享经济啊，这个我们通过信息的共享啊，信息资讯、信息价值分发转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自己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故事分享出去就可以产生价值。所以说呢，这样一个网络化的一个这个方式和我们全球的物流金流信息流打通之后，分布式跨境电商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分布式的跨境购物这样一个价值假设都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模式呢进行了这样一个价值的假设之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的迭代。当然今后我们的全球的战略部署和各个地区的合规啊、陆地这些呢，都是配合我们的商业模式的演化的。那未来3到5年呢，在新增市场的当中，我刚刚前面讲到中产阶级这个量级在增加，所以呢未来呢对抗衰老人呢，因为本身从这个很多的科学家和这个生物啊，我们的这个基因啊，这个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研究出来，我们都可以活到100多岁。所以说呢，这个
正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外界的，包括宇宙辐射啊、病毒啊、细菌啊啊这些污染啊，还有一些食物啊，还有食物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激素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还有加上这个世界的这个节奏的变快啊，我们的工作压力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导致了我们的身体的情况，这个衰老的加快。所以说呢，如果进行适度的运动啊、营养啊、改善啊、调理啊、休息啊，那么这些呢，其实是这个对于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抗衰老、一个长寿啊、健康美丽长寿，是可以有很多科学的方法的。所以这个市场非常大。那么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啊，有可能这个疫情的话，现在都不确定了，对吧？我们叫世界上唯一的不变的就是变，唯一的这个不确定性啊，不确定性是常态的。所以呢，我们的失业、创业、副业等等一系列的，就演化出有这样的一个商业价值。商业价值我刚刚说了，有市场需求的就是商业价值，不管是产品的需求还是项目的需求、创业的需求，它总是需要寻求到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需求点的啊。只有满足了这样一个需求，帮用户完成了一个任务啊，完成了它没有达到实现的一个价值啊，一个需求的之后，这个商业价值就转化出来了。所以我们始终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思维，让我们去沿着这样一条商业创造的创立的这个思维去在迭代。移动互联网全球化催生分布式跨境电商这样的一个子间模式啊，所以你活在这个当下的话，你有了这样这个正确的思维维度，你才能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做的全球的网络营销、全球的分布式跨境电商、全球的分布式网购真正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这个人生价值，会在这个历史时期你遇上凯利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的算法啊，算法的演化，我们就是从目标利益增长假设啊，算法的迭代，就是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性的利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商业价值的假设已经确立之后，要寻求一个增长、一个倍增的一个假设，就是你这样的做法，你做加法还是你做乘法，你做倍增法啊，实际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方一个模式叫复利模式。啊，叫72法则，就是一分钱，如果说有一个钱，就是你如果说有1%的年度增长福利的话，72年就会翻一倍，2%的话就36年啊，36年翻一倍，3%的话18年翻一倍，所以这一个这个复利方法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倍增啊，1的1次方、2次方、3次方这样倍增啊，就叫荷塘效应。那到后面的话就是利变一倍的话非常非常大。所以演化方法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一些啊科学的这些法则在里面让我们去研究，而不是我们是用一种这个叫投机心态去研究。投机心态的话就是你账上印去了，你就有这样一个收入啊，有一个算法有给你带来一个价值，如果说不巧的话，你的自己的利益都会被读掉啊，所以说呢，我们研究的是这个科学的这样一个算法啊，用这些原理啊，这些法则在算，然后呢，算法呢进行了迭代。所以，真正从210的，我们现在确立了一个210的演化啊，算法演化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啊？从怎么样一个出发点去思考了它呢？我们是从股东利益啊，到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因为以往的话就是。你投资一个企业啊，企业就是任何一个企业，我们企的话叫企划、企图，它是有企图心的啊。那么这个股东的企图心，它到底是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呢，还是可以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啊？比如说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 F2B2C， 到我们的C端，整个消费者参与进来啊，到我们形成一个消费的商。啊，只要商的话，就是商量、商定、商业价值都出来了啊，所以说它跟它的利益有相关了，这个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商业价值。那么任何一个算法、任何一个商业的项目的确立，包括一个公司的确立，它有个初心啊，它有个基础，它有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从哪里出发啊？这个就是我们去向哪里。
这是我们有个出发点的，这个叫初心不变啊。所以我们是目的是为了从股东利益到利益相关者所有参与者都会产生利益这样一个初心，去形成我们二元零算法的演化的。那商业价值这样一个本质啊，最终我们二元零算法，所以说等会我会公布啊，二元零算法将来就是围绕这一个利益最大化啊，贡献社区贡献最大化去演算的。那么我们这个商业演化的本质就是用户合谋，就是我们只要相关进来，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用户啊，用户我们联合起来共同谋划，然后由我们打造出的一个个这样的价值认同的社区去驱动它啊。所以这个从我们的人的属性上来说，人是两大属性，第一人是自然的人，第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必须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社区，包括落定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它也形成了构建了一定的社区化。再有这一部分的社区化的人去号召者啊，去感动去，然后做出榜样来去做一个示范者，最终让更多的人来成为认同者。所以任何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包括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社会公民去推动这种社区的变化，去改变这些社区啊，一些贫穷的社区，一些发达的社区，一些示范的社区，都要我们去驱动带动的。所以这种商业演化本质是由我们一些用户一些品牌商啊，这个新兴之火的火种落定在全球的各个地方，我们跟公司保持一致的联合谋划，然后由我们去带动我们的社区，并且由我们这些社区的号召者示范者认同者真正的去驱动全球的变化。所以到最后这些号召者示范者认同者他是有一个强大的自我驱动力的。当我们只有找到了这种自我的驱动力，这个项目自然真正的商业凯利的商业价值就演化出来了，就涌现出来了。所以对我这个凯利这个项目来说，对我本身来说，第一方面我要制定我的战力的计划，第二方面我要形成自我内部的一个管理型的一个组织，最终的话我还要寻求这种增长，就是在我的创新思维里面，那创新思维商业的创新里面就是通过迭代最后让它自己涌现出来。所以伙伴们，你们现在在做凯利这个项目，使用我们的产品，你的健康方面的这个变化，你的这个生活的改变，你的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改变，影响带动啊，这个家族也好，朋友也好啊，这个社区也好，这些变化最终你去推动了之后是自然涌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出发点，而不要去跟有些商业项目推动的时候就是去贬低别人，去否定别人，这些东西你只要做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这些对一些甚至一些谣言嘛，甚至对你的一些抨击啊，这些都不用理睬，叫抹杀啊，不用去争论。因为跟一些没有这样认知，没有这样一个思维维度啊，维度达不到这样一个程度，你讲也讲不清楚啊，你无需浪费那些时间。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价值当中，最最值钱的最最宝贵的，第一个你的时间成本，还有你投入的机会成本，还有你的信用成本，这三个成本才是你最大的成本。你投入这个项目 A 项目，你就没有项目去做 B 项目，你投入这个里面的时间，你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时间成本浪费不得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不用再盐碱地里施肥嘛，那也长不出庄稼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投入的这个信用成本啊，你的信用成本，你的朋友信任你啊，了解你使用我们凯利的产品，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信用成本放在这里面了。首先你要有一个科学啊，你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啊。所以说呢，不要随大流啊，不要为别人的事情操碎了心，你要正正确确的去了解解读凯利的商业演化，最终通过你的注入形成一个强大的社区，
形成你的一个圈层啊，我们叫其实这个既然人的法则，人的那个属性是自然和社会的属性，最终的话你人就是一个一个圈子啊，圈子的话也像一个社区一样啊，人又被要么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要么破除这个圈子叫出圈脱圈都是可以的，最终形成你一个同频共振的这样一群人群，最终投入到社会当中，为这位社会的真正的一个社区打造出这个价值来。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形成了一个确定性的选择，这才是让我们这个真正的商业价值演化出来。那你商业演化的本质，你通过凯利这个项目，将来的话，你听过我今天布谷老师这样讲解一次，你只要在凯利这个项目里面，你真真正正慢慢的品味啊啊，慢慢的去体会，那你会觉得凯利的商业价值这个演化本质会越来越强烈。那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演化这样塑造怎样一个将来的一个商业演化的一个蓝图呢？因为不管是你跟朋友分享产品也好啊，分享一个项目也好，其实商业营销的本质就是你要演化出来成交之后的事情，就是说你加入凯利，你来体验凯利的产品，你来推动凯利的项目，将来你做了这个项目，你将来有什么样一个蓝图，你要呈现出这个蓝图出来。所以当很多朋友来喜欢你认可你啊，进入这个项目之后，你要把这个蓝图也描绘给他，因为这个人不管是从文字到现在的演化，所有的都是符号学，人记符号是最清楚的，图像也是一个符号，所以说导致了现在目前这样的短视频视频直播，这个是最最直观的啊。所以说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你描绘出来是怎样一个蓝图，那这个世界展现出来之后，描绘出来之后，那别人通过你的语言在你的前面展现这样一个蓝图的时候，哎，他就很喜欢的话，他就愿意加入进来。那我们这个凯利这个项目真正的商业的演化的蓝图是什么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项目来感召号召来认同的人，建立长期的一个共生性组织，这就是我们的商业价值里面的一个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这样一个组织。共生共生，世界上的万物其实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其实都是要共生的，这样的话社会才能让它处在这样一个平和里面。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宇宙的变化，万物的变化，都是从无序到有序再进入无序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要回归到有序，始终是在这样循环的。那我们在这个商业演化里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项目保持一个长期的观点，然后形成共生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凯利这些伙伴，凯利所有的建造者啊、缔造者、参与者，凯利人是一家啊。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要得到，最终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行业领先公司，也一定要在团队里面保持一个正确的文化啊。凯利人是一家，凯利人是一个共生的组织，这样一个观念呢，在不管你只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参与者，你始终应该保持的。怎么样来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个人都要来呵护凯利是一家，因为当凯利存在的时候，大家才存在啊，才共同的这个商业蓝图才存在。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永远不管是团队团队领导人啊，团队的伙伴，所有的参与者啊，我们作为凯利人都是应该呵护拥护保护他的。那最终呢，是打造一个价值认同的社区。所以说价值是什么？长期主义平衡共生，就是我们凯利人永远不变的一个价值观啊。最终这样一个社区呢，我们保留了叫青春的这样一个社区啊，因为我们青春代表了我们不但是容颜，我们思想精神积极向上，这是我们对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所以人很多时候精神世界里面的这个富有了物质啊什么这些你不贪求了，它自然就涌现出来。当你不去追求金钱的时候，当你着力在将心注入你的心流形成去做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所有需要的一切商业的这个价值都会显现出来，给你带来的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所以整个商业呢，就是对商业这个阐述啊，我们最终的话，当然我们凯利的使命就是以挑战为使命的，
因为一个人碌碌无为也是一生啊，接受挑战，挑战不可能也是一生。所以我希望呢，通过凯利和我们的凯利人和你一起呢，创造出一份奇迹来。那这个对于这个商业演化这个项目这个解读呢，我就解读到这里啊。那最后呢，我是想再占用几分钟时间，跟伙伴们讲一下这个近期啊，我们对于这个210啊这个算法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迭代，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4.0版本会推出来。那我们这个迭代的时候，我们会重心的考虑倍增啊，加大这个倍增的权重，因为知网的模式里面只有二的时候，那这个倍增的权重就偏小，投机性偏大啊。那么对于这个倍增呢，会加强。所以呢，如何在倍增学里面，刚刚说的复利方法也好，倍增方法也好，这个演化对市场上进行了一段项目的演绎之后，然后我们进行了算法的迭代，然后进行了精算。所以说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倍增学啊，这个呢肯定是会对我们的伙伴也好，推动项目者也好啊，包括这里面参与者也好，都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全部权重啊，根据更加科学的算法去迭代了啊。这个在2022年的2月1号会推出来。那么有些这个为了软着陆啊，有些补偿机制啊，有些这个推缓机制都会放在里面，都是全方位的考虑，人性化，有个适应的过程啊。那么为了长期主义的话，长期考虑的话，对我们的伙伴们都是有更大的帮助。那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分公司啊，我们经过一段时间装修啊什么，我们将来就是在2022年的3月份呢，我们会正式的会对外公布要试运行了啊。因为前期的话，包括台湾的这个分公司这个总经理啊，这个我们团队啊，这些伙伴呢，就是在忙碌公司装修啊等一系列的事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正式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外的话就试运行了啊，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试运行阶段，我们有一些还不是太到位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先完整，再去推动完美。那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银联到账啊，今天晚上啊，美西时间1月18号凌晨0:01啊，正式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这个提现了啊，后台银联到账提现了，正式可以提现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我们这个绑定这个银联啊，我们就可以到账，操作非常简单啊。我们会把这个操作方法会推行出来，我们当然一些团队的这个领导者，我们先会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啊，怎么来操作啊，有个非常简便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对我们全球的伙伴来说，也是这个我们的金流、物流、信息流啊，全部打通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消息。所以说呢，凯利这个商业演化也好，跟我们的商业伙伴合谋也好啊，整个项目我希望在2022年的话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通过对我们这个上海的进博会啊，还有我们一些相关台湾市场啊，这些合规手续啊，这个正常的通过公平委落地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通过了美国啊 BBB 这个对诚信的最高等级的 A 加的认证啊等等一系列啊，将来在2022年的话，我们还会为我们的伙伴啊，在这一场商业合作当中啊，做更多的这些有价值的事情啊。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把话筒呢交换给我们的Coco老师。非常感谢我们 COO Mr. Bobo 老师带来的精彩演讲，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也受益良多。那么非常感谢在线的500多名观众的在线聆听，非常感谢大家，这真是一场壮观的盛世，我们下期再会。